拿到桂平街上面了。现在正在找吃的，找那个卖肠粉的，和阿水哥找了好久都找不到。到桂平街上面，差不多到那个三街庙上面了。就这里，现在不对外开放。吃饱了，准备回去了。我爷爷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的，离那个桂平今天起义中心很近的，就几百米的地方。现在还有一块地皮就在镇上面旁边这里，好像蛮大块的，那时候我去看过，有一两亩这样。在离这里不远的那个农村那里也有地方，以前我爷爷就是在农村里面出来的，在那个农村那里也有好多的地呢。然后前两年的时候我去考验那里去看过，还有那个地基的那个石头在那里，但是房子已经是没有了。那时候我们水岭村的曾家的人全部都是在那里的，因为和别人发生了纠纷，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打死了一个人，然后就那个家里面那个房子的地契又被别人拿走了，等于是房子都没有了。然后我爷爷就
把我们族上面的全部姓曾的全部都带到那个柳州那里去。但是还有一两家没有搬上去，有一些是被别人接养的，就是阿学哥的那个他堂叔还在这里。我爷爷那个时候蛮有钱的，他搬上柳州之后，他买了好多的地，买了又建了很多的房子，把我这些贵宾这些亲戚全部都接上去，然后把我那些阿泰啊那些什么的那个金塔全部都背到那个柳州去，然后还刻了那个假的公章，把那些他们的户口全部都迁到柳州那里去。但是我爷爷买的地走半天都走不完，而且听他们说我爷爷有两个